是已经死啊，哪有可能搁出现伫我面头前？你是，你真是袂记得我啊？我怎看到的？你是阴性的亲生妈妈。这么多年来，你都唔知我的存在。我讲，一切伊拢有安排啊。你爸占董家财产已经有够久了，现在应该是时候联络 Alex。 唐永泉王子复仇记，你没上瘾啊？唐永泉并不气笑，见到无路，总有一天，伊把所有应该属于伊的一切，拢夺倒来。到时阵，伊是想要平安落台，还是要等透风落雨，有人拖去台？你给我回去！家己讲，你想清楚。